你已经半日没有开口说话，莫非除了眼盲还被人毒哑了不成？沈墨与燕宗主无话可说。哦，我看你在玄都山上与玉矮倒是相谈甚欢，与我便无话可说。玉矮那厮坑害你，你怎么的也该给他两巴掌吧。我与玉矮只是把话说开而已，而且燕宗主不是已经替我打了他了吗？我打他是他自找，与你无关。此话怎讲？他敢当着我的面唤你阿乔，还不该打？阿乔岂是他能叫的？你怎么这也有问题？哎，罢了，我还是做个哑巴好点。